不服气，有钱的才有福利，别牵着鼻子走，也心甘情愿当个奴隶，追名逐利，肝脑涂地，动着脑筋，要把话说得好听，要服从钱的每个指令，活着就得小心，脸色要看得准，什么事都办得稳。他问你尊严能值几个钱，你干嘛站着等？还不就是点个头，不就是哈个腰，不就是拿了钱就跑，顶多在背后踩。